有非常多的露营车，这台就是福斯最经典的 T6。今天是我们露营的第一天，我们会离开慕尼黑，然后开始一周的露营。因为我们是租露营车，所以今天最重要就是要去取车。我需要去慕尼黑市中心北方的大概30分钟的车程左右去取我们的露营车子。好了，经过大概半小时的车程，我终于来到取车的地方，很可爱，评价也非常好，所以我们来看看我这个租车的体验如何。这里有非常多的露营车，这台就是福斯最经典的 T6， 但我今天租的是宾士马可波罗系列。两个气座，这是冰箱，小厨房，这里有洗手台，置物柜，储存空间，还有一个化妆镜，整个质感相当的好。因为现在我已经拿到这个车，他已经跟我详细讲解完要怎么使用。整个感觉是非常好的。现在旺季的话是每一天是125欧，淡季像冬天的话每一天是99欧，所以我们租了一个礼拜，加上保险两个气座，加一加大概1000欧。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啦，希望一切顺利。没开，拜拜 Hotel。 哎，那里有两个鞋子，我们要去露营了。只有今天好天气，拭目以待。去找我们的露营车了。哇！要小心它。这么大一台车看起来怎么感觉？其实 它没有到巨大，它是算是最小的一种，最小的露营车，2公尺高而已，就一般的驾照就可以开的，像是这种七人座的这种，嗯，也蛮舒服的，蛮好开的。小朋友在后面坐的怎么样？不太高兴啊，刚儿子的气球被爸爸用破了，一阵慌乱之中不小心被压破了。要启程，然后儿子落下第一滴泪。现在月亮来看一下这个租车公司送我们的一袋小礼物，瓶汽水。这个是感觉是健身的人会在吃的那种干粮。茶叶，再一包茶叶。送意大利面条。意大利面酱，另外再一罐意大利面酱，2罐，好可爱哦！还送一个木质的小汤匙，还有一本书哦，教你在露营车上可以煮些什么食物的。第一次开上德国高速公路有什么感想？路很平啊！哎，真的耶！来看一看这路平不平。会紧张吗？听说德国高速公路没有限速，都从来没有限速过。你刚刚不是还没拍的时候，自己明明就说有点紧张。那现在好像还好。不想坐车的小朋友。I can eat already because. I want to eat.
吃。两台马可波罗，两家人。这台是我们家租的，这台是朋友家租的。下面，小孩直接睡成一团。哦，好壮观哦！ Your destination is on the left. 来补货。刚 check in 完，前面这位先生要带我们去我们的位置。这个位置是我们的。这是我今天的房间。哦，房间天花板还蛮高的，比我想象还要高。哦，哇，这是今晚睡觉的地方，有一个床垫。Hello， 快点上来我们的房间。这是我们的，这间是我们的房间。灯哦，灯亮起。好，我们的餐具组。好。当导演，开片 ，Action！ 好啦，来了，进来了，哇，好一个脚，对。瓦斯炉，那我们要开后面的瓦斯桶才能打得开。OK， 你帮我那么多忙，我觉得直接。两位男士在加水。欸、你知道这不能加错油，不能加里面加。煮晚餐，然后头发很乱。耶、yeah! ！四份牛肉面，没吃过的牌子，哎、欸，味王的，是台湾来的吗？有那个辣的那个。
我们今天晚上的房间。我们家是他。看一下楼下的房间长什么。猫咪，你们的床都用好了吗？床用好了。啊，你们房间好乱哦！你们，这是我们的房间。这边有个通风口，可以看不太到外面，因为外面真的很暗。哎呦，昨天完全没睡好，我脸也太肿了吧？这个水肿很严重哎，超愚蠢。反正刚刚就是尿急带的。牙刷去上厕所，想要顺便刷，就根本没有带牙膏啊。然后洗面乳什么都没带，只能说就是非常的菜，非常的菜。知道回去拿，反正至少尿完了。昨天的睡眠品质很差，然后太冷了，没有带足够的被子。早餐时间。No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！哦，你今天可以入镜。我们现在要去玩水了， yeah. 要去游泳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他去装水啦。多么可爱！你水相当的清澈，看。有在动吗？有啊，能一点点。有转弯了，转弯了。OK， 好，你可以滑了。爸爸吗？那你抱我就不会怕了。嗯，爸爸。哦，拍叔叔，拍叔叔，快快，哦。